我本来十一点要回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晨。经过刚刚的 Pray Soon， 你应该知道这首歌就是帕胖团的《流浪王子》，没有错。弹这个朋克的歌，其实大家只要注意一下，就是你的 pick 只要全部都是下干就对了。好，大家回去记得要下干哦。谢谢。